姐夫，你看呢呀，我好心教他学跳舞，他不学就不学吧，还跟我顶嘴。我是谁啊？我是他小姨，我不是他小妹儿。这孩子，你说谁教育的，一点礼貌都不懂。我跟你说，这点我早就发现了，但是不能怪孩子，孩子小他不懂事儿，怪谁呀？怪他爸，怪他妈。我告诉你，我是没时间，我有时间我好好教育教育他。这个事儿就怪大姐和大姐夫，尤其是这个赵刚子，赵刚子现在是越来越不像话了，教育孩子，是吧？哎，说啥呢？我正在教育小米粒儿。小米粒儿啊，现在越来越不像话了，在咱们家太霸道了。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她长时间找不到男朋友，就给惯坏了，你知道吗？小土豆子，哎，你说谁惯了呢？啊，又你惯了，你惯我是谁？哎呀，大姐夫，你说这事儿不能怨我啊！我打算培养妞妞上天入地，琴棋书画，他们都乱教，你都这不，他小姨生气了，是吗？是，我问问妞妞怎么回事啊？妞妞，哎，妞妞，爸爸，快来，哎，妞妞，爸问你个事儿啊，怎么了？让人小姨不高兴了，因为啥呀？他教我的，我都不爱学。你听听，我说的对不对？哎呀，小美丽，你那是什么玩意儿教孩子？考考什么呀？这是孩子能会跳这个吗？合适跳这个吗？还有爸，你也别乐，相声那是有基本功的，你都多少年基本功了，你一辈子你都没说好，你还让人一下子就没说好。还有你，你喝个啥玩意儿？你喝个，哎呀，你的命运吧，你好好考虑考虑吧。你妞妞啊，我觉得孩子学习就应该从简单的到难的啊。你比如说咱先学点这个生活常识，对吧？我想个题啊，我想个题。嗯，哎呀，等会儿吧。什么味儿？哎呦，着火了啊！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！哎呦我呀呀，着火了呗。哎呦呦呦呦呦，着火了，着火了，着火了。哎，着火了怎么办？哎呦，着火了。哎呀，妞妞起来！哎呀，我看看，我看看。哦，毛巾是湿的，太棒了！我宣布啊，这次消防演习获得冠军的就是我们家的妞妞。哎呀，哎，演习呢？爸呀，我刚才喊着火了，你整个脑袋塞锅里干啥？你不怕烤糊了啊？这不是防火吗？不是。哎呀，你是防啥火呀？王小倩，啊，我刚才喊着火了，你干啥呢？在那儿啊？就防火呢吗？你以为你鸵鸟啊？你固头不固定啊？啥玩意儿？小米粒呢？小米粒，小米粒，哎，小米粒放哪儿？你妈火灭了啊？跑哪去了你呀？我家伙，你撩挺快呀！啊，我刚才喊着火了，你撩哪儿去了？我跳窗那个自救去了。28楼啊！你自救啊！你那是自杀呀！再一次为我们的冠军鼓掌！你们不用鼓掌，都是我爸爸教我的。哟，赵刚子，哎，消防常识你也 number one 啊？那咱是干啥的呀？咱是干啥？咱干物业的呀！那我还班门弄斧了你。